就有一间神经病院，里面有一个神经病，每次问他什么，他都会说有。然后，哎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啊，有啊。神经病。阿啾，给我10元，我帮你买个东西。买什么？不要问。喏、no ，所以你要帮我买什么？帮你买个教训。阿啾，二战时期有三个热门英文单字：和平 （peace）、战争 （war）、建立 （found）。你可以连起来快速念一次吗？啊 ，peace, war, found。我就知道是你放的。阿啾，认识你这么久，我才发现你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帅呢。啊，你突然出事干嘛？所以从外表看不出来，